欢迎凡尘哥，那的那个面皮儿，面皮儿那边，哎对，面皮儿，那个这个管了，那就不要了。那你说几个日账呢？谢谢红尘哥。你拿那个。30。你拿那个，你拿那个那回热锅呀，去把它吃了。啊？你拿锅呀，吃鸡蛋是吧？你要什么？你说可是那的，我不给他来都起来了。哎，这是10块钱猪肉吧？管，我吃了猪肉肉。俺家都鸭毛了。买菜去了啊？鸭膀子，没拿鸭膀子搁那买过了。哦，俺买点菜，还添凉菜了。都宝来了呗？欢迎宝，海带好吃啊！要了，海带要了，海带买了，我喜欢吃海带。因为我喜欢吃那种海带片。那海，我挑的，俺拿配。你没有吗？哪有配？就一个。你还吃的菜，俺呢没他没挑没得闲挑嘞。啥味道呢？凉菜卖不完怎么办？放冰箱里呀，这个菜看起来不怎么干净。农村不都这样吗？农村不都这样吗？我在你家啊，阿福，你能不能你说？你在俺家，俺都上湖来了，你能不能你说？你几个还要赶紧快下湖吗？没有嘞，我在你家玩嘞。小孩搁这玩嘞，还是阿福，小孩搁这玩嘞。我以为你还要去下锅嘞。我干什么？这就给你挑吧，你要不出去没见过。你为什么今天又想喝稀饭了？你怎么不喝辣汤了？他家辣汤好喝。我刚吃还清淡的。好。欢迎溜溜，那什么烤鸭，烤鸭这是啥的？欢迎表弟，给弄个卷钱来。